起，这是一个冒险天堂。生生不息。蛇军大反攻！小心！小鹿，用你的神奇之笛先上。好。哈，真的有效哎！哈，啊，大家看我的蛇形雕手。你根本就不怕小鹿的笛声。那为什么之前听到小鹿的笛声会撤退呢？我们中计了。什么？上一批的蛇军听到笛声撤退，其实是刻意要引诱我们追击，然后把我们困在这里包围起来。可恶，原来是诱敌之计。哎呦，我早就料到会这样。嘿，天哪，这一大群蛇军，我们要怎么对付？探险队已经被团团围住了，国王。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，沙陀加比就快抵达幽灵蛇谷了。佛祖、耶稣、阿拉，谁都好，一定要保佑我这只可爱的小猴猴。好吧，只能冒险拿出还没测试的东西来试试了。你有哪个东西是测试 OK 的吗？有，看我的神奇火把！嘿，太好了，蛇好像怕我哎，让我来，快走。烫死我了，救命啊，烫死我了，谁来帮我灭火啊？快，大家先跟着阿婆逃出去。来，大家跟着我。这不是我们刚刚在森林的那条路吗？是啊，阿鲁巴，我该不会这样一路逃回斯达米样吧？大家还记得流沙吧？流沙，用流沙困住蛇军，这是个好主意耶！哎呦，什么好主意嘛，根本就过不去啊！我相信只要能过得来，就能回得去。小鹿，神奇绳索还在吗？你是说这个吗？快啊，鹿宝，蛇军快！
不急。快点，阿鲁宝，还在等什么啦？再等一下。好，现在跳。有种过来较量一下啊！怎么怕了吗？哼！阿波，别闹了！哦。看样子蛇君很快就会闯过来的，如果不想个办法反击，等一下就很难对付了。哎，有了，鸟国的哨子。拜托，你是说那个鸟哨子哦？嘿，鸟国王说，不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吹这个哨子，鸟国就会全体出动来帮助我们啊。对，而鸟正好是蛇的天敌。只能试试了。哨音，传说哨音吹响后，天空将布满战士。看吧，我就说那些鸟话不能相信吧。是蓝斯，蓝斯啊，大家看好吧。哼，爱线。鸟大军也来呀，天上王妃，我们来啦。哎呦，干嘛叫人家王妃嘛，讨厌。弟兄们，冲啊！冲啊！嘿嘿，好嘞！哼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不用他们，我也能打败蛇君。好啊，大家一起上，消灭蛇君！终于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秘密任务，加速蛇影大军的孵化。老大，要现在动手吗？啊，是魔王的讯号，就是现在。剩下最后一个破造了假笔。萨乌西米拉多，老大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
奇怪，脑袋一片空白。老大！打打打的真带劲！才怪，我看你都在摸鱼。真的吗？哪里有鱼可以摸？啊啊！有鱼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有鱼，有鱼，真有鱼！蓝斯，多亏你们及时赶来帮忙，要不然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么庞大的蛇军。鸟事一件。我是说小事一件啦。各位，既然危机已经解决，那我们也该走了。父王还在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呢。再见啦，各位。再见。那么现在该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黑魔王的时候啦。没错，一定要让这只黑魔王尽是万兽之王的厉害！哇哦！哇，看来大家又变得信心十足了。不过，光有信心还不够。如果这么一大批蛇军全都是黑魔王派来的，那么黑魔王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对手。而且还会引诱我们落入陷阱。可见他一定是知道我们已经到了黑森林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沙弥，你的意思是，既然黑魔王有所准备，那我们也要想些方法来对付他。不晓得这些道具够不够对付黑魔王？道具？虽然大部分都不能用，剩下的就算用了也有副作用啊。小鹿，我想我们还是另外想办法好了。不过，利用道具的确是个好办法。沙弥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黑魔王一直想把森林搞得阴森恐怖的模样，我猜他一定就住在特别阴暗的洞穴里。不如这样。你们先离开。什么声音？很熟悉的感觉，好像曾经在哪听过。这种共鸣反应好像是……对了，壁画。壁画。我知道了。你们看，是时光之眼和彩虹盔甲又有反应了，而且这个声音还在壁画洞穴发出的声音是一样的。这次时光之眼和彩虹盔甲应该是感应到第三件宝物才会又再度共鸣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，第三件宝物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你们听，还有一个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应该就是第三件宝物了。走，我们快往那边去看看。怎么样？前面有一个洞穴耶，共鸣的声音也从里面传出来，说不定黑魔王就在里面。不如我在这里帮你们把风吧。怎么，你又害怕了吗？谁说我害怕？走就走啊，谁怕谁啊？先等一下，别忘了我们的计划。小鹿，没问题。用这个就能对付黑魔王吗？对啊，小鹿，有没有炸药什么的？有！你们两个忘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计划了吗？
三件宝物应该就在附近了。有颗水晶球哎！这不是影族森林吗？那是阿努米，他们也被蛇军包围了。那这个彩虹是彩虹森林，还有神木村和猕猴村。他们全都被蛇军包围了。奇怪了，蛇军不是全被我们打败了吗？这不是我们遇到了那批蛇军？看他们的眼神，好像鬼哦。这是黑魔王的幽灵蛇军。水晶球会讲话。时光之眼和彩虹盔甲又有反应了。时光之眼、彩虹盔甲、大蝶之钥是唤醒佐林的秘密坛城。水晶球讲了三件宝物哎。召唤神秘力量，白昼宛如黑夜，今夜红色鲜血，重燃圣坛之光，在永恒的瞬间开启王者之道。黑魔王，三件宝物。这水晶球讲的和壁画说的应该就是同一件事。会不会这个水晶球就是大地之钥？管他的，拿了再说。我触怒山神了吗？大地之钥，这才是真正的第三件宝物。这就是解救萨米亚森林的希望了。黑魔王。说不出话，阿鲁巴！不准你伤害我的朋友！把宝物交出来！快啊，阿龙棒，就是现在！你是说这个吗？是啊！大家快趁现在！好，大家一起上！好险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要不然就被射中了。萨米亚。
黑魔王说：“萨米亚，萨米亚，魔王是要去萨米亚吗？很有可能。为什么在拿到宝物之后就急着去萨米亚呢？壁画曾经出现过萨米亚的影像，也许壁画是要告诉我们，祖灵号角就藏在萨米亚森林。什么？那萨米亚不就危险了？”先逃再说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啊！出口被堵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